妈妈亲手做的饭了。你吃啊。来，媳妇给你一个。吃啥补啥，手坏鸡爪子。吃啥补啥，哪有干巴的。来，吃这个。不。三岁女童细心照料卧床老母，你那么烦人呢？我可学会好起来了。就裹个手，我费什么心呢？我就翻瞅我那一堆衣服也行。没事，有卡萨蒂呢。大人小孩分区同时洗，省时更健康。每月五日逛京东，新品潮店全场免洗。到位，到什么位呀？他就是不想干活。别打理他，来吃。我分期。高低给你买个驴。能走，手坏了。这小东西子，你就买副拐。对，买副拐。小怪小怪。不信。抖音。